这一根根的细长叶片就是轮山草，是过去阿美族在收割时背在身上用来遮阳的工具，也是休息时的临时席垫。为了传承传统工艺，同时又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两年前，港口部落一群青年开始利用轮山草，研发设计成灯饰或是桌垫，更打出自有品牌“噶玛若岸”住下来吧。 那我们现在就是应用的这一个轮山草这个细的工艺，把它做成浪草灯。那像这个粗的，我们就维持原本轮山草的形态做选草灯。在花莲文化园区展售的产品数量并不多，由于费工费时，部落目前主要是以接订单的方式维系经营，因此只要有机会做宣传，就算只是快闪三个月的短期销售，都非常乐意参与。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家里很少出现这样的东西。他把就是传统的工艺嘛，然后跟现代做结合，那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环保的材质这样子。品牌发展两年，已开发出各式实用性的生活物品。港口部落青年取材于部落，设计出轮山草编织系列产品，分工完成，希望。 除了带给部落经济收益之外，也兼顾自然环保传承等效益。原视新闻，港照玛雅花莲市采访报道。